微吐槽，俄选国偶 CP 很多都在硬凑，男女主年龄差巨大，看着就非常没有 CP 感。欧阳娜娜、徐正熙，男大女15岁；马天宇、朴冠金，男大女7岁；刘宇宁、宋祖儿，男大女8岁；Angelababy、宋威龙，女大男10岁；徐凯、景甜，女大男7岁。大家认同吗？